我想将物流公司发大嚟搞。计划照你意思去做，你全权负责，我会叫仲贤帮你手。所以你就用物流公司去从中得利益。我就系要搵快钱，我净系睇眼前。如果你知道你阿爸同你阿哥犯咗罪，你会唔会大义灭亲行出嚟告发佢哋？台庆剧《解决师》今晚9:30，翡翠台。